那一心不乱呢，实在讲不容易做到啊。啊，所以许多人看到经本上这一心不乱就摇头，做不到。啊，要一心细念的，那大概还没有问题。啊，一心细念就是我们心里都常常牵挂着，这个容易做到。这一向专念的更容易做到。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专念阿弥陀佛，啊，那这个就是更容易了。那么罗什翻的一心不乱，是不是把这个境界提高了？啊，有没有这个果实？其实没有。如果你真正念到功夫成片，啊，就是一向专念。一向专念里头也有三倍九品。如果是上倍，啊，就是上三品。临终弥陀戒引的时候，一定先放光。主照，这一放光啊，就把你的功夫提升了，同等的向上提升啊，功夫成片呢，就提升到一心不乱。一心不乱里头还是有三倍九品啊，四一心啊，有三倍九品。你看在我们这个世界，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是什么地方呢？是十法界的四圣法界，它还有三个等级啊，声闻缘觉菩萨佛啊，四个等级啊，那都叫做方便有余土，都是四一心不乱啊，所以它里头差别还是很大。那个阿罗汉跟菩萨跟佛比真是差一大截啊！理一心不乱呢是平等啊，生十报庄严土啊，那这个功夫就更难了啊。所以这个无量寿经跟弥陀经一比呢，这个经所宗的就是修行指导的原则就更清楚啊，更明确了啊，更其众生根基啊，让一切众生看到这个经文呢没有怀疑啊，觉得自己还能接受，还能够学习。这是弥贤慈尊是阿弥陀佛啊，弥陀对一切众生的无极的恩德了。弥陀要解云，若智持名号，未断见思，随起或善或定，生同居土，分三杯九品啊，同居图里面的三杯九品啊，他这个智持名号，见思烦恼没有断，功夫里头有善有定。这是讲你的心，你是善乱心持名，有没有可能往生呢？有可能，不一定啊，关键在最后一念，临终最后的一念是阿弥陀佛决定得生啊，这第十八愿
一念生念的都能够往生。啊，因为这一句阿弥陀佛呢，就把你的妄念扶住了。啊，你这个妄念变成阿弥陀佛了。关键是在最后一念。啊，平常没有关系，最后那个关系太大了。啊，得定啊，那就真的功夫成片了。平常念佛这个功夫，确确实实可以把烦恼习气扶住。啊，那这个在见思烦恼没断呢。他在凡圣同居土里面品位就高了。啊，这里讲得很清楚啊。三杯九品。啊，上中下三辈，每一辈里头都有上中下三品啊。啊，那么到十报庄严图，净土经论里头没有讲，华严经上讲得清楚啊，四十一位发生大事。啊，它有四十一个阶级，啊，这个我们在华严会上了解得很清楚。啊，在这个阶层，不能说有，也不能说无。啊，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十报庄严土也是三杯九品。啊，同样一个道理。也不能说他有，也不能说他无。啊，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呢，实在讲就是凡圣同居土，因为它是同居净土。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的这个十法界里面，六道都是秽土，不是净土。啊。四圣法界是净土啊，这就讲心有净慧啊，秽土里面有善恶啊，净土里面善恶都没有啊，有善恶就不清净，这善恶没有，六道里头有善恶，所以它有三善道，有三恶道。啊，那么这些境界里面的事实真相，我们要搞清楚。啊，我们想到哪里去？这是个意念，意念决定事实。你真想去，它境界就现前。啊，为什么？一切法。从心向生，这是真的，没有例外的。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从心向生，为识所变的，识就是心意识，这个东西能变，境界是所变。啊，现在这个大乘法里面讲的这些原理原则，啊，近代这些科学家逐渐逐渐摸索到了，啊，林会长送我一本，这是解读。预言的密码啊，我翻了一翻，发现不少近代的小科学家、预言家了，跟大乘佛法讲一个道理啊，就是意念呢主宰了一切。那么这个地球走向末日了，能不能救？答案是肯定的。
只要我们把意念转过来，每个人都想着和平，和平就来了。啊，每个人想到安定，安定就现前了。